香港做歌手一啲都唔容易嘅，唔单止要有样咧，仲有声咧。Kevin 关楚耀一直都努力去发展紧自己嘅演艺事业，不断去克服唔同嘅困难，勇往直前。佢嘅努力咧系最终得到回报嘅。嚟紧咧，关楚耀将会举行佢个人嘅卖飞演唱会，真系要恭喜恭喜啦！活动一开始咧，关楚耀就喺两名着住比基尼、火辣辣嘅靓女陪同下一齐出场啦。之后佢哋仲上演咗一招金蝉脱壳成功爆锁嘅魔术添，唔知为咗呢一个魔术表演，佢哋练咗几耐咧？都搞咗成日嘅，成日一日嘅时间，一日咧又唔系话大半日啦，大半日啦。其实自己都好紧张，因为第一次喺 public 表演魔术俾人睇啦，咁仲要系俾两个比基尼美女捆绑住，有冇紧张先？有緊張嘅，有真係有緊張嘅，仲緊張過自己上台唱歌其實。咁啊啦，我聽你講咧，你話咧，依家歌手唔單止係要唱歌，可能仲要練波。咁你覺得自己依家係咪有所成就咧？呢方面，我成就又唔敢講，但係冇嘅呢啲嘢追唔到嘅。即係最緊要係啱咯，適可而止咯。即係自己譬如上兩個禮拜有試過，可能晏晝就去健身啊。跟住夜晚打泰拳，打完泰拳就再去打籃球，就以為哇出好多汗啊，好正啊，好 fit 啊！但到夜晚嘅時候咧，食宵夜，即係食翻少少嘢嘅時候咧，完全係食唔落啊！食唔落，唔係抑制，就係食唔落，嘔添，嘔添，因為就係龍口反轉啊！龍口反轉，即係要適可而止啊，唔好咁勁啊！係啦。主辦方面知道關楚耀最近有玩泰拳，所以仲特別送咗條金腰帶俾佢，鼓勵佢繼續操 fit 啲。對於嚟緊嘅演唱會，係佢嘅首個賣飛嘅演唱會嚟噶，唔知佢嘅心情又係點樣嘅咧？興奮嘅，興奮，興奮多於一切，因為自己入行都六年啦，咁真係好想透過依個演唱會同自己嘅歌迷有一個更加 close 嘅接觸啦。自己之前開嘅都係一啲比較小型啲嘅音樂會啊。咁樣，今次個沉澱係咯，真係演唱會，希望可以有啲新嘅突破，想離開一啲框框嘅。係咯，即係有啲突破啊，有啲新嘅嘗試啊，新嘅嘢俾人睇，依個係最緊要。有邊啲咧？除咗魔術之外，魔術啊？咦，依個提議都幾好，我未諗明。未諗。魔術依方面未諗。仲有邊啲比較突破嘅事咧？我會想。請嘉賓方面，我會想同草蜢合作嘅。係點解咧？係自細都好中意睇佢哋嘅 live show， 係嘅 performance。咁同埋特別中意蔡一傑其實，係因為覺得佢好即係台度好瘋癲啊，係把聲又好聽啊，好想同佢合作咯。除咗籌備演唱會、做運動練人魚曲線之外，唔知關楚耀嚟緊又有乜嘢嘅新動向咧？係有嘅，拍電影啦。其實而家都。仲拍緊部電影嘅，咁依個都係一個突破嚟嘅，對我嚟講，同羅琳有對手戲啦，係啦，咁我覺得係幾特別嘅呢件事，同佢都有傾過好多偈啊，都即係有溝通過咯，但係依場戲未拍，咁嚟緊呢個禮拜會拍，咁其實我自己都有啲緊張。